哎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哦，小心你轻点，轻点。3, 2, 1, 0。哟，欢迎大家收看。我们呢，在网上呢订购了这个最近还蛮流行的一个摄影小器材，就是这个 DJI 的一个摄影机，它叫 Osmo Pocket。Osmo Pocket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相机，大陆叫云台相机。那可以给我啊？不行，这个好贵哦。你可以啦，偶尔可能可以给你试看拿着拍 ，OK？ 非常的小，你看它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它。Yeah， 它有 button， 试用一下，试玩一下这个新玩具。那你是个哪一个玩具？首先呢，我们给大家看的是它的外观，它的盒子的外观。基本上盒子的外观是这样的，后面有这些资料。又要怎么打开呢？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哒哒。等一下，你看啊，后面好像有一个说明书哦，它有卡片，这个是官方的微信啊，这些。我看。你拿开，你拿这个，你小心啊。哒哒。这就是它的一个 bag， 一个封套，然后里面它有夹带的一些就是说明书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它的封套是这样打开的，然后我要打开。然后它有一个吊，轻啊啊，然后里面呢，我帮你拿出来。有充电器，然后有这个绑在那个手上的。然后还有说明书，那个 bag 的外形呢就已经那么小了，所以就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机身真的很轻巧。还有这个小充电器，然后它还有两个这个小的插件。这插件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 Osmo Pocket 呢，它会有一个可以连接手机的一个功能。前提呢是你要把这一个插件呢安装在那个 Osmo Pocket 上面，然后对接你的手机。好，它的这个是这样的，所以它有一个是 iPhone 的这个接口，另外一个呢是Samsung 手机之类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介绍呢这个 Osmo Pocket 的主机啦。这个呢上面是它的那个摄影头。哦，小心你轻点，轻一点。哦，你看它动吗？这是关机哦，它就会这样自动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，然后你就可以把 Osmo Pocket 放进那个，当你拿出来用的时候，你这样按。哦，它就开机了。OK，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用这个呢到户外呢去做一个测试，看它的效果怎么样，好不好？ 1, 2, 3, go。